中建豪是来大拿镇，民进党嘉义县党部十八乡镇干部受证支持，大拿镇干部宣誓团结做伙拼，正式启动拼连任的胜选气势。陈美文表示，未来四党相当关键，伊会向中央来争取经济资源，并甲洪县长来配合，来建设大拿镇和大拿更发展。民进党大拿受证大会，包括县长汪章良、立委陈明文以及担任大拿镇联合奥运会会长的嘉义县农会总干事黄金如、英资会长李秀美等干部，以及党部主委林木圭等等百名地方顾问、代表、村长、社区理事长以及农会理事出席，做会画出2020台湾爱赢，全力冲刺2020总统蔡英文、立委陈明文连任成功，为嘉义县继续拼四党。继续向中央争取经济资源和福利。一路来，恁大家拢有感受到阿文的用心、的打拼，会使讲把真侪不可能的工作拢变成可能。不管阿文咧做管理的时代，把咱大波面、工业区，事实上过去大林都讲来讲，讲卖将来个官选举难搞，就讲要开发工业区，但是伫阿文的手里，工业区正式个连贯性啊。我相信讲未来咱的大拿会更加会发展。不管你支持伊，将会带动咱整个大拿的发展。大拿有两期的这个工业区，将近要400公顷，所以未来对咱大拿的发展，这个我相信讲，这大家拢看得到。真紧对大拿的这个经济发展，这拢会当带动的。好，尤其重大的一寡建设，尤其咱大拿当然就是地景地貌，包括咱跨速合作办，包括地景等等运动力啦，整个咱的大拿整个的发展。我相信讲吼，这阿文是真正用心认真吼。那你有感觉最近吼，咱的土地咧在大大咧起咧起，这就是咱的公共建设的投资吼，咱地方的这个发展开始吼，人民有感吼，所以这点我咪就最叫咱大家知影。事实上，往后大林的这个发展将会是未来是四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文南在中央吼，汪章良县长吼，我一定会全力来。也有争取更多的资源，啊，让咱嘉义县吼，爱当好好来，吼，啊，来投资伫咱大拿，让咱大拿当好好发展。立委陈明文表示，一路行来，阿文对嘉义县的认真拍拼，相信乡亲拢有看到。大拿的大埔美工业区第一期以及第二期的开发，也已经开始带动大拿镇整体经济发展，这拢是咱看得到的。新闻，中央新闻，大拿镇采访报道。